沙海这一片大街小巷胡同都有我的人。为亲人去立马好了，别走。你可着四九城，你打听打听去，谁见着我不得叫我一声铁爷呀、啊？呸、哎！统一定价，谁也不准压价。只要我们不恶性竞争，我们都有钱赚。知道他们背后叫你什么？什么呀？夜市居委会主任孙小敏，这辈子我娶定你了。少废话。从小啊就跟着我妈上居委会玩去，他们都管我叫小居委会主任。坚决杜绝事故发生。你俩往这儿一站，还正对你们一家三代居委会主任，这份传承太伟大了。你做的这个事儿不是为你自己，是为大伙好。我就看着咱们这个家啊发展这么快，真是又自豪又幸福。什刹海这一片大街小巷胡同都有我的人，从哪儿都逃不出我的视线。医院谋杀案顺利告破，政府决定表彰田枣同志。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跑？滚！为什么没见他？这就穿跑了？因为小敏他妈跟枣姨。咱们夜市是越来越乱了，大胆的管。不同意还有你妈呢。妈，不好了，居民打起来了，我们快去看看。真没想到你年纪不大还挺有威望。那是给我妈和我姥姥面子。你们要是信得过我天子，我肯定豁出命给大家办事儿。三海居委会新一任主任是孙小敏同志。天下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，只要动脑子总会有办法和出路的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